你爱吃蝴蝶，难吃死了。你不觉得它很神奇吗？本来是条毛毛虫，却可以长出翅膀。那你吃了一千年，怎么还没有成仙呢？观音大士托梦给我，说我还有人世未报的恩情，恩情了结才能成仙。好啊，姐姐，让我一起成仙呗。 我可不想将来魂飞魄散呢。好啊，咱们将来一起成仙。姐姐，你是要报谁的恩呢？是千年前救我的小牧童，不过我已经忘记他的长相了。 那你怎么报恩呢？缺什么给什么吧。他要是缺女人呢？简单，长得顺眼就我自己来，长得不顺眼就把你送给他。哎，姐姐，妹妹哪里对不住你了？啊，姐姐，你看我有腿了。 姐姐，你算出他在哪儿了吗？今儿信号不太好，咱们去那边试试。小青，是他，就是他。 蝴蝶虽美，却是毛毛虫变的，你不在乎吗？无论它前世是什么，从它长出翅膀的那一天，它就永远是蝴蝶。曾经有些东西对我来说很重要，可现在不同了。如何不同？现在我只想要你。 官人，官人，去相公，官人，去相公。娘子，娘子是你吗？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呀。官人，我听到你了，我来了。这位师父，我来找我家男人，请让路。贫僧法号法海，是金山寺的住持，白素贞，蛇妖与凡人结合，已触犯天条。
请与我一起回寺修行赎罪。不就是相差了980岁吗？两情相悦的事情是月老管的，你怎么不去向他问罪？姐姐，我看他就是嫉妒，世人都说了法海你不懂爱，还跟他废话什么？看招！官人，娘子，娘子，娘子，两位师父多有得罪了。娘子，你快去报官，这个和尚好事恶毒，我刚成亲他就要抓我去出家呀。娘子，官人，你等我。娘子，你千万小心啊。在姑娘面前袒胸露怀，好不正经啊。乖乖，师父怕十八铜钱的招呼出来喽。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什么？18个人？法海，你竟然叫这么多人打两个女人？你不是男人！小青，把姐妹们召唤出来吧。就说你婆娘是条长子，你还不行？咦，这行的素质也太差了。谁能得意？有你勇气，不守规矩，通通出去！我心中人间清净，你把荒丢人清净，谁让你去摇老虎，不能为君不明。可惜他容颜看待，看不清音乐升起，手里电脑人妖不分，可悲可笑，不掉不停。一本正经。这次我光眼睛能看穿你等大胆妖精，四大天不责任呐！举起我的妖风，我打到你等十分分明。我问你宛若人间贵妃，都乃是何居心？劫持劫怒，责任呐！我看你别管装了招惹，反正是句野心。家冤枉，责任呐！大慈大悲，责任呐！我家人慈悲为怀，自然有一身正气。念念无情，责任呐！我自称牛鬼蛇神，放弃了七情六欲，邪魔外道，天花乱坠，尽管随遇。文僧，放开我，放开我！小青，啊啊！法海，放了我娘子跟小青，我跟你去修行。我罪孽深重，愿以死谢罪，放了他们吧。果然。女人多的时候，我是没机会插嘴的。万万年，万万只妖，只有一只可以成仙。白素贞，你修炼千年，只待修得人间真情，有了人性，即可成仙。你与许仙虽真心相爱，却忘了人与妖的寿命有别。人会死，而妖长生。若你们继续相守下去，将来老夫少妻难免生活不和谐，良缘变成孽缘，不但不能相守，也会误了大事。许仙，你自从千年之前救下白素贞，世世代代积德行善，只待今世帮白素贞了结尘缘，修行之后即可升仙。想要厮守，双双成仙，才是唯一的道路。小青，你辅助白蛇了结尘缘，积累了修行，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你姐姐成仙以后，会助你一臂之力的。大师，你这事本来不该今儿告诉你，这师父泄露了天机，今儿修行才会这样。就算你前世是条毛毛虫，可从你长出翅膀的那一天起，
永远是我的娘子。姐姐，小青，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为了那一天我可以等。阿弥陀佛。鸟儿在天上飞，鱼儿在水中游，温柔的风儿轻抚着湖边的垂柳。百年同船渡，千年共沾面，我独自走过这一座桥，你却看不到。看那小桥流水，听那动人歌谣，迎面突来的桂花香就像你一样，朴素的城外难入眠。我是一个孤独的灵魂，我在寻找我爱的那个人。你是一个骄傲的灵魂。大家好，我叫易阳，我是叶问的第四代传人，也是成龙的弟子，新七小福成员之一。在水下能把这些东西打出来，确实会。大家好，我是清白的这个舞蹈工作指导刘芳老师。在这段时间的排练当中，需要不断的去磨合，并且根据这个导演的要求，我们怎么样在舞蹈当中把这个唯美的感觉，还有第三度空间的这个全部都运用起来。我们最后呈现的结果呢，还是非常满意的。大家好，我是一浅的小白兔。一浅俱乐部非常荣幸作为联合出品方能够参与到这部电影的拍摄当中，整个过程也是非常艰辛，在这里要感谢每一位辛苦的工作人员，以及群众演员和一浅的人鱼团队，大家都辛苦了，你们都棒棒的。现在水下摄影无论是平面还是视频这一块，那逐渐的也是在往大众化去发展，那可能无论是我们从个人的水下一些写真啊，还是我们喜欢一些旅拍的东西，水下摄影可能这个市场未来可能还是很大的。通过这条路，可能以后无论是姚兰还是其他的人，那可能在这方面会有更多的启发，那可能未来这种水下的作品可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我们呢不过是占了一个好的运气，发现了一块空白的市场，先扑腾了两下，但我相信会有更优秀更专业的团队会出更好的作品。这个行业只有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趣，才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我们是先行者，但我并不是最优秀的。